新继承人是，他叫龙可风，刚从伦敦回来，仕途飞扬。德和海运，数不尽的财产，好好的培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要他上钩。哦，还是你赢啊！可不用，你今天的手气可是一流的。哎，托您福，托您福。手气好就要多下一点。哦，我平常也不怎么玩的。哎，多下一点，没有关系了。下下下下啊！哎，可不，乘胜追击的时候了，下，多下一点啊！这打铁可要趁热。对对对，下下下。哎，你下呀。好，我多下点，就这么多了。哎，啥？七对川。又是天九，呵，好家伙，你九点赢九点，九十九，他这个牌性格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老吃我们就陪他，真是，就是，把把都赢啊，哎，高朋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，啊，好，谢我谢谢，哎，高朋友，你今天手气可是真好啊。哪里，比做生意可要快哦。哎，小艾，腰鸡吃一个啊。头脑一重了。哎，听牌没有？哎，快打吧，干嘛每张牌都考虑呢？嗯，
不打我不就变成相公了。九万。嗯，小安开杠啊。哼。啊、嗯、那我抓了。哎呀，哎，碰。嗯嗯嗯，开杠。嗯，哎哎哎，预期的还要早，该来的还没到。来吧，多一个不嫌多，少一个不为过。你好啊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南北天堂交路道，挂号了没有？啊，还要挂号？那有没有预约啊？嗯嗯。那挂急诊。你呢？是特别一号。往前右转，一直走。那什么地方？那是投胎转世的门，来挂号的都要分很多很多不同的门，比如说寿终正寝的走南天门，这个打打杀杀的走金武门。李小龙就在金武门，不信你进去瞧瞧。哎，你算哪一门啊？坐下。仔细看一看，打完这把牌。依照缺一门的门规，我们给每一位赌徒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输了就不能过关，四处流浪。那就不能投胎转世了。开始吧，看清楚再打牌。告诉你了此地的规矩。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，还有你。啊，
我在梦里做什么？哎，楚老千，哎呀，我爹快回来了，我得先回家去了。伯父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爹，您又上哪儿去了？哦，爹今天难得开心，去看看几个老朋友。聊得还愉快吧？我们这种年纪，只能闲话当年，谈谈旧事，打发打发时间。哦，小安，天不早了，回房去睡吧。哦，爹想早些休息了。哦，爹，明天上午我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可能晚点回来，中饭您就一个人吃了。该不会又去观海楼吧？嗯，那种地方少跑，人头杂乱得很，尤其是女孩子家更不适合。人家只不过去打打球嘛。并不是爹不让你去，那个地方是出了名的三教九流，龙蛇混杂，爹是怕你有什么意外。好吧，去玩玩散散心。谢谢爹。哎，等一等。啊，去是可以，但是不许出老千哦。嗯，是爹。
不是你对手，哎，我介绍一个人跟你打。谁啊？小艾。他呀，要让多少？平说。来啊，等等，我赌他赢5000，怎么样？10000也可以啊。颗心进底袋，哎，哎，拿钱。小艾，待会儿见。兄弟，我看你们要发财找错对象了，你看我这个屌样子，屌，少跟我打哈，把钱拿来。钱？什么钱呢？哎，学来的。哦，你们是说这个？对，这个啊。哎，其实兄弟，我赚钱也是很辛苦啊，而且也不是天天有，这样子，我呢分一点给你们，要多少？全部，一个子儿也不能少，除非不想离开这儿啊。这不如这样子啊，
这个我留着。哎，零钱呢你们拿去。来来来，装在口袋里。也不看这里是谁的地盘，耍老钱也不跟我们老大打声招呼啊。小兄弟识相点儿。好吧。给你机会你不要。大爷，是你？大爷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，我要知道他是您的人，我再大的斗胆也不敢弄他一根汗毛啊。徐老六，什么年代？你还在吃那种见不得人的饭？为了生活嘛。我可以跟那个老弟赔罪，一切后果我负担。住口！留着你的肮脏钱，他用不着你来关心。大爷，你什么事住到这儿来了？阿红他知道吗？不要再提起他。你们都认为我不存在了是吗？徐老六，你再碰上他，顺便带一句话。我古一鸣不是记仇记恨的人，以往的过节我两肩都扛下来了，只希望他单独跟我会一面，时间地点由他选择。大爷的意思还要跟他较量赌技？万一我败了，今后江湖上任他猖狂，要是他输了，请他把应该属于我的通通归还于我，从此各不相干。这有什么困难？现在的阿红已经不是从前的阿红了。你怕他？好，这番话我一定带到。徐老六，相信你不会出卖我。怎么会呢？哎，董事长这牌打的真是神乎其技呀！高啊！董事长打得真高啊。今天我可是认输了。柯朋友，改天再给我一个翻本的机会怎么样？只要你约哪天都行，我一定到。他已经上钩了，对我可是我100%的信任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好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改天选个日期把它做掉。那德和海运
就落在我们手中了。德和海运。林先生，外面有一位叫徐仁的要见你。徐仁，嗯，让他进来。监督，请坐。老徐啊，嗯，最近在旺角一带混得不错嘛。听说你这个地头蛇很难缠呢。哪里哪里，靠皮老兄弟撑腰混口饭吃，比起你来差得远喽。有事吗？这件事跟我倒没有什么瓜葛，对你来说恐怕很重要，而且是件大事。兄弟今天专程来就是为了他。莹莹，你先回房间去。说吧，不急，先谈谈条件。老徐，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好，既然谈不成，我也没辙。不过将来事情一抖了，你可别后悔。看在过去老兄弟的份上，我可以露点口风给你。事情关于古一鸣。古一鸣。你要什么条件？我说嘛，在我是个小豆芽，对你嘛可是关系重大。快说，我可没空跟你磨蹭。100万港币。什么？你当我是肉头？那怎么敢。不过这100万港币对现在的你来讲眼都不会眨一下，而这100万却可以影响你往后的身份和前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钱。20,000美金。你的 K 已经没有了，难道不怕我底牌是蛋？一波运气吧，更何况我的底牌也可能是个蛋。跟了，夫人，我打烊。龙先生讲的钱，我还会不跟吗？Lucky number. 难道你的底牌真的是张大神？也许是。我一向喜欢买绝张。好气魄。给龙先生换筹码。是。他要多少也给我多少。是。龙先生成家了吧？刚接过家父留下来的事业不久，一切都还没上轨道，过日再打算。凭你的家世，英俊的仪表，你周围不知道想吃了多少的女人，我保证你一搭就上。夫人可真是会说笑话，我只是虚有其表。别客气，可惜我已经被糟蹋了，不然的话你连飞都飞不掉。左秘书，你说是不是？柯凤兄，夫人一向风趣，你可别介意。那怎么会呢，紧张之余大家可以轻松轻松啊。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偷鸡的话，说了，你们玩。夫人呢？你箱里一共值多少？这么说，你真的有张绝食啊？你能偷鸡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一共是250万美金。还有吗？有，不是现在。值多少？你说。令尊留下来的家产。夫人可是当真的？左秘书，告诉他我们银行里的存款。龙先生，夫人在香港有1亿2000万港币，在英国有200万英镑，在瑞士有2000万美金。够了吗，龙先生？
需要我立个字据吗？不必了，就凭龙先生的信誉。你信得过？在香港，德和海运的字号难道是镀金的？一张牌你不嫌太贵、啊、你呢？不少的麻烦、啊、没关系，令尊呢、啊、刚用过点心，正在休息。哦，请坐。好。他伤得不轻，需要好好休养。哎呀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能够让我们在这安身已经感激不尽了。龙先生，谢谢你。我只尽点力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哎，对方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下这么重毒手？家父曾经在南洋一带是出了名的赌王，他的赌技精湛，各种牌数更是玩得出神入化，变化万千。哼，江湖上的郎中，道上的老千，都败在他的牌下，当时几乎是无人不知。因为他平时为人正直，所以博得了一个千手天王的雅号。七年前在一次赌局里，有人设计他，决心要毁了他。这个圈套刚开始就被他给拆穿了，可是对方却没有放过他，把他给谋害了，还霸占了他所有的财产，带走了他唯一的女孩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他自己的徒弟。怎么不叫人伤心呢？这个人现在发达了，装出一副大慈善家的虚伪面貌，暗地却仍然做老千的勾当，危害社会。多少人倾家荡产，多少家庭流离失散，而他却仍旧不肯放过我的父亲，一再的加害于他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林一红。你认识他？小孩、嗯、爹，龙仙也认识林一红。哦，你跟他有生意来往？
秘书介绍我们认识的，一起躲过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他们是一伙老千集团，但是已经晚了。除了这栋房子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一开始我就中了他们的圈套。你赢了，逢赌必赢，酒色诱人，更何况赌。那段时间我的确沉迷其中，现在想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如果你能够及时回头，我爹自有办法。现在时间急迫，我无法一一传授牌技其中的奥妙，只能简单解说他的道理。取巧的时间恰当，即使是一秒钟，都可以偷天换日。所有的牌只是制胜的工具，不需要巧技。制胜的捷径不外乎三大要诀。心要定，有了敏锐的观察力，可以看出任何牌局变化的位置，全局就会在你的掌握之中。要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局中出千能耐，完全是在于手快。他可以在多种情况之下，利用障眼法来掩饰自己。能快，就算赢了一半。所谓的心要定，则是要头脑清晰，心中平静，定下来看出对方的破绽。大通，2780万，鸿运。3450万，吉利4560万，吉祥3520万，如意2850万。
这是总账，这是产权，这是有价证券，左秘书，请您过目。照这个情形看来，不需两个月，本岛的经济大权就全部操纵在我们的手里了。我准备带着女儿到欧洲去定居。薛老，你也应该享享清福了。左秘书，依你看我们这次的红利可以分到几成？嗯，一个人两成是少不了的。这是清单。都收齐了吗？啊，除了大和洋行的支票还没到期外，其他的总数都在这边。那么刘峰那的事，夫人放心，这两天就会动手。嗯，拿去。整个账全部都清楚了吗？左秘书已经清点过了。刘峰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？就在这几天之内动手。很好。签了他，我的财富又可以增加了。怎么才一会儿功夫钱就讲不出来了？好，五万。叫得好，这五万块钱叫得不痛不痒的。我跟了，另外再加20万。这分明是偷鸡嘛，想打高空把人家给打跑。总监督打得真高啊。发牌啊。监督今天彩头不错，三条四，请。这把可不能客气了。两底100万。刘董 ，Full House 可碰上四条喽。
不对呀、啊，这牌会是四条吗？我看一定是偷鸡。嗯，偷得太明显了。局外人，请不要多说话，会影响心理。对不起，戴老板。刘总，这100万你是跟还是不跟？好，跟了。外加150万。反打，有意思。150万后，梭哈，偷，怎么样，刘董？还可以加多少？我台面有60亿，3000万。如果董事长还嫌少，可以再加。够了，就找台面，3000万。嗯，3000万，请开牌。Fair House。知道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而他的进度又这么慢，这也不能怪他。我相信他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嗯，爹，您不能再忧心了，凡事都要想开一点。跟我到房间里来啊！你为什么要冒充服装公司的人？有一个人要我带话给你，夫人，你的小名是不是叫莹莹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个人是你父亲，你爹还活着，他朝夕盼望着能再见到你，他只要再见你一面，他人呢？事情被揭穿，对自己有所不利。
就是人打死的。七年前，真相你一点都不明白吗？我夏林一红也不会让你知道的。你快说，他为了夺取你爹的地位，霸占你们家的财产，不择手段杀害了你爹，事后又蒙骗你说是意外。可是他却没有料到你爹仍然还活着，所以暗地里又下了一次毒手。林一红，你这个阴险恶毒的小人，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看穿你？爹，我对不起你，原谅女儿没有尽孝道。这儿还有封信。是个事实，更不愿你知道爹是如此的下场。李开傲，他是一个背信忘义的叛徒，我不愿意你因为他断送了一生幸福。这七年来，爹四处漂泊流浪，尝尽风霜，步入赌局，必食毒果，一点都没错。爹已经得到了教训，小爱是爹收养的义女，也是七年来我唯一的依靠，今后替爹好好的照顾她。
星耀地。都有它的取巧之处，只要取巧的时间恰当，即使是一秒钟，都可以偷天换日。来来来来，下了啊！不是，有什么？哎，好，李爽啊！啊！打空手啊！要命！我跟你下，我最近还可以，昨天可以。呀，喊啊！我不行啊，我昨天刚八点，我刚七点钟，七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干啥？我现在我拿一把，吃，好，哎。哎，你看真倒霉。三六一只鹅，神仙救不活。一二开不走。三六一只鹅，必十一个杠。鹅八人对。来下下。你跟啥下？下下下下。吃。走。哎。吃。走。吃，来，下下下下啊，开开啊！哎，开四个的五啊！八个的九个，七点，开，酒在手，天酒王，通杀！又通杀！通杀！完了完了！我走了！你玩吧，我走了。酒在手，通杀，通杀，通杀，是通杀了，哎呀，通杀。然后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行了，这我看一下，别玩了，这里边这样的，现在我又出了。
开！开！停！啊！是。天九王，通赔。哎！龙先生久等了，薛老板，您发财啊！龙先生，您准备多大输赢？这不一定，只怕薛老板吃不下。好，但愿为您准备这一场没有白开。带了多少现金？$500,000，你收吗？客人下的注，哪有不收的道理？请。听说龙先生近来的手风不错，哪里，全靠贵老板成全，难得来捧场。今天多谢你给我这份荣幸。慢点。这是德和海运全部的契约，当初我曾经把它输掉过，现在又全部赎回来了。贵老板一直想要，我也想成全他。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。薛老板，记得您方才不是说过客人下注可以不受限制？怎么赌？一把输赢，好大的气势！抬举了。
房契、地契的产权都带齐了吗？要哪一家的？薛老板的大通，吴老板的鸿运，还是要高老板的吉利麻雀赌坊？哼，周董，希望你今天不要再大意失策了。我会让他物归原主。哼，并非不可能，怕只怕你老千的道行耍得不够高。哼，那么吉祥赌坊今后就是你的了。小 K， 艾姑娘，你是 Four House， 也输定了。难道你不怕我是四条？哼，不可能，你不会有四条 A。哼，有时人不能太自信。还有，刚才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怕就怕您老的道行耍得不够高。吉祥赌坊限一个礼拜腾出来。你口气未免太猖狂，哎姑娘，开牌吧。哼，就算你有五个 K 也当你第十。这个都白活了，这么输的，这么输的，他是凯子。总监督，别讲话。老婆跑了，厂子也被切了，我还有什么尊严？做秘书，你明天把他给我找来，我要单独会会他。总监督，他到了。我来赴约的。以为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原来你也会耍老千，就像你一样。
处处都在算计别人。今天我们要赌的是什么？是赌钱财呢，还是赌命？古一民他不过是个垂危的老人，活在风烛残年之中，你居然对他下得了毒手。为了生存，我只有拿自己来做赌注。在这里你只有两种选择，第一就是生存的权利，还有复仇的权利，任你挑选。这个赌注未免太大了，我赌不起。别忘了，我几乎输得站不起来。我相信你也一定很爱赌。每个人都有赌性，因为赌确实很过瘾。只要你赌过，就一定想做个大赢家。而赌酒诈这种游戏绝不是像公平的竞争，它的成败在于智慧的高低，运气的好坏。但最痛心的是，卑鄙的手法往往决定了他的胜败。你的暗示，我缺了你。那是因为你想轻易地做一个赢家，这不是你一向的作风。怎么读法？悉听尊便，爽快。比大，谁能发给对方最大的牌为胜。如果我输了呢？把欠了我的全部财产归还给我，留下营业，离开香港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好，要是输的人是你，把这一切交出来。你走。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。发牌吧。抛掷钱币来决定拿牌的先后，谁能让自己拿到最小的牌算赢。你要什么？人头。
最小的一副牌。什么都没有，香港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了。零总监督，闯荡了这么多年，没有想到会栽在你的手里。实现刚才的协定，我们做个了断。在我还没有学会赌博以前，我经常到赌场去。当然，我不是去赌钱，而是另外去玩一种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玩命。玩命。手法很简单，只要动一动手指头，你就能享受赢来的财富。所以我经常是个大赢家。也许现在的我已经胜输了，可是干我们这行的并不需要太高的技巧，只要你懂得一个字，狠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想重操旧业。没有走出这个大厅以前，我仍然是个赢家。我的运气真坏，才学会了出老千，就栽在老千手里。在赌博里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跟我为敌。照你这种赌法，你永远是个大赢家。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你们都输了，我赢了。嗯，原来我们都是输家，他才是赢家。他一直都是个赢家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还在当班呢，改天我再陪你。我认识你啊，你不是林云吗？
还化名叫林一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早该来了，照次序你被通缉了，还好有人替你挂了号。哎，往前右转一直走，快去。自摸二筒。